早上9:15左右，莫晚舟从温哥华住所出发，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她身穿黑色长大衣，搭配黑色高跟鞋。指挥拘捕行动的皇家骑警严重及有组织犯罪国内外联络小组主管警长格拉夫作为第七名证人继续出庭。莫晚舟代表律师质疑，为何格拉夫在去年提交的证人宣誓书上说不记得是否与下属警官达利保尔谈过有关已退休长信警长将莫晚舟电子设备资料发给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的事，但这次到法庭作证却突然记起宣誓书与法庭的证词自相矛盾。格拉夫则回应，去年写宣誓书时确实不记得细节，这次在准备出庭前整理电邮和笔记才完全回想起来。格拉夫表示，当天执行逮捕令的是叶姓警员，负责保管证物的是达利瓦尔，而拒绝出庭作证的长信警长则是负责与美国分享信息。午休时间，莫晚舟与丈夫刘晓宗、中国驻温哥华副总领事王成军以及华为公司代表一起走出法庭。莫晚舟夫妇在保安的陪同下去对面的餐厅就餐。下午，法庭传唤第八位证人列治文皇家骑警温哥华机场分部警长兰迪。证人表示，当天接到叶姓警员的电话，说计划在飞机上拘捕莫晚舟。他认为这种做法很不恰当，并告诉叶姓警员，除非涉及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否则骑警不会在飞机上将人逮捕。而莫晚舟是外国公民，入境检查是边境服务处的管辖权。本周听证会结束之后，控方表示可能还需要传唤更多的证人，以便对过去几周皇家骑警和边境服务处人员的证词作出回应。而法庭下一次的开庭时间是定在了12月7号。凤凰卫视组客请吴景黄山来自温哥华的报道。